合体、棒球外套、情侣装，这胜利的棋子总算交到赖清德手中了。明年1月31号，记得1月13号要去。记错日期事小，打得赢比较重要。我已经在牛棚做好肉身，也已经站上投手丘准备投球，给我一点鼓励。满满棒球梗，从战斗外套到毛巾，赖清德强投要先持得点，还要强打火力支援。不管是学轮的问题、黑金的问题，或者是性平的问题，我们都改革党内的规定，健全党内的机制，莫忘民意绝对高于党意，这是创党前辈的指引，也是民主的核心价值。民进党不完美，会犯错，但是民进党会反省，会改进，会快速的调整。这些反省改进都在赖清德的改革三件里，母鸡带小鸡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台湾要继续前进，也需要国会过半的力量来支持，敬请各位拜托大家也鼎力支持民主大联盟的候选人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创党的圆山饭店不忘民主自由初衷，全代会上还有信赖台湾主题曲悄悄曝光。从有政府会做事到团结挺台湾，金曲歌王谢明佑改编路带领全场大合唱，代表蔡英文的执政路要让赖清德继续顺利走下去。晋新闻综合报道。